不好看吗？我觉得还可以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不火，看辣房，橘子辣房，我来了。橘子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Mark。十分的话，请给自己现在的紧张程度打分。8.5。同样是一到十分，给自己现在的中文水平打分。6.3。来北京最想吃什么？想去哪里玩？最想吃火锅，然后想去看长城。最近一般几点睡觉？3点。跳伞、悬崖、跳水都体验过了，接下来还想尝试什么极限挑战吗？没有了。没事。最近一次喝排骨汤是什么时候？上个月吧。如果不做歌手的话，最想做什么职业？还是学生。下面我来挑战犀利问题，好多个，请回答，120秒开始。请一句话安慰一下你自己。我是 Mark， 我很安静。请对一直很期待你来中国、等了很久的粉丝说一句话。要抱抱我们，谢谢你们一直等着我，辛苦了，我会常常来中国见你们。这次来内地之前，有没有跟成员请教经验什么的？王嘉尔有打电话给我说，成都的火锅很好吃，所以我这次去的话，一定会吃的。如果玩游戏的时候网络突然断了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非常生气。猎猫兽二受过最重的伤是什么？有摔过，可是没有受。还是不敢告诉粉丝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目前最想参加什么类型的综艺节目呢？都可以，可是我觉得有运动的这些节目比较好，我觉得。如果再上一次丛林的法则呢？我想比较热的地方可以进去游泳。如果有人要没收你的手机一个星期，你愿意用什么条件做交换？我的东西啊，什么都可以的吗？嗯。我的东西啊，哇，什么都可以了吗？钱，600块，太少了吗？那6000块。长胖20斤和 BMI 5厘米，必须选一个的话，你会选哪个？长胖，我现在太瘦了，所以长胖也没关系。古今中外或者游戏动漫中，最想和他一起吃一顿晚餐的是谁？还有没有？我想穿他的那个，他的对。和成员的群聊名称是什么？这个7号。粉丝会说你是佛系 idol， 就是对放送量没什么野心，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以前就是比较那么不喜欢说话，最近想多说话的。你知道佛系是什么意思吗？佛系，请问你每次被迫撒娇的时候内心的 OS 是？可以表给你们看吗？不做的话那就很怎么讲，很 embarrassed。 对，很尴尬，对，对，不做的话就会很尴尬。粉丝说你之前太瘦了，现在好像稍微胖了回来。有变胖，可是现在又变瘦了。太瘦的话就没有那么不胖，我觉得。分别说出两个脸小的优点和缺点。优点，化妆的时间比较少，洗脸也比较快，我觉得。戴口罩的时候有太大了。但是缺点呢？对。作为组合里经常染发的成员，但你的发量和发质都还不错，请给脱发女孩一些建议吧。如果是压力的话，那就早睡觉，不要想那么多。如果是染头发太多次的话，就好好用那个 treatment， 洗完澡要擦那个油。那你觉得新染的紫色头发怎么样？不好看吗？我觉得还可以。演技方面，爱情片和动作片更想演哪一个？都可以，可是我想演恐怖片，我喜欢看恐怖的电影。那看恐怖片的时候，你有什么个人的习惯吗？变很安静，我就等。知道多少个粉丝给你起的外号？团团。团团哦，团团。断王。断王。听，谢谢谢谢。还有一个段天仙。段天仙，谢谢。自己的五官中最不满意的是？我鼻子，因为我小时候打篮球还是玩游戏的时候一直转着鼻子，会大大的。你是女生的话，会想和段烟这样的男生谈恋爱吗？呀。给你一个机会向中国粉丝提问，你想问什么？为什么喜欢 Mark？
粉丝对你说的话中，哪句话是让你最害羞的？你很帅，就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说你很帅，我不知道。啊，谢谢，就这样子。请依次说出墙、眼睛、膝盖的英文。Wall, eyes, knee。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以后会有更多机会在内地活动吗？我觉得会。有没有为了粉丝做一些自己从未尝试过的事情？就像插脚这些事情我都不常做的，所以对。有没有因为自己性格内向话少而苦恼过？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收到过情书？情书什么？有没有不想打开的黑历史？都打开了吧，我觉得。最近有没有哭过？有没有养新宠物的打算？现在没有。以上所有问题中有没有想让你喊救命的？ 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sh。Oh no！ 想吃火锅，还有什么可以吃的？荔枝，凤梨酥。火锅说了吗？这个照。OK。放在手上。辣的有不辣的那个。练声的时候他给我老点那个。老点那猪蹄。我跟你说，猪蹄老好吃了。真的好吃，那烤的，我跟你讲。但是只要不要辣的，那个撒上芝麻、那个。我觉得辣的才好吃，好吗？辣不好吃，你把那个菜包上，对，那个吃，然后蘸那个红色那个，真的专门烤肉那个酱，是完美 ，perfect。对。